是开满城却止步，咫尺天涯间谁仍情。73万5已经被买走，这把武器卖的价格呢是特别的，我觉得比较低吧啊，应该是被人买了啊，不是自用的那种。5月27号出的，6月9号就卖了。然后呢，对吧？有点零钱，边角碎料啊，又继续鉴定了一个无级别特技项链。无级别特技，特技是属于疾风弹破啊，刚上架42个收藏。这个特技现在没开发出来，肯定是没那么贵啊，但是 只能说没有价格。这个特技是驱散对方三个单位上的随机一个增益状态，就是你一用这个特技啊，可能给他的金刚护法下了啊，可能给他的魔晶激发下了，可能给地听的晋级法爆下了啊，就是这么个东西。好，卖一个无级别特技项链啊，然后老板要给大家普及一下，地府的驱散呢可能是几率驱散，他这三个是必中驱散，非常的屌，就是要消耗80点震动。快赢了的时候，特愤怒没劲放的时候，应该可以加速对面的死亡。被驱散的状态，金刚护法，什么金刚护体，普陀的点灯，啊，包括召唤兽的晋级法爆都可以驱散。